哎，文仁姐姐，庄教授呢？庄教授，他走了，没跟你说吗？走了，他也没在家里呀，难不成我们错过了？他出国了。出国？庄教授他出国访学了，一年半载回不来。 不是这次乱谈提前也不至于走得这么匆，待会儿的飞机赶得上吗？不是你最近状态不太对啊，是不是前一阵太累了？实在不行，这次乱谈咱不赶了吧，反正你论文已经交了。这是整个团队努力的成果，我要让全世界看到。 行啊，田总，会着不少嘛。那是，独门秘方不能外传。哎，话说，你跟庄教授那件事之后还有联系吗？嗯，没有哎。啊，这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也不着急啊？这种事情哪能女孩子先表态？再说，我已经看穿了。 庄宇再怎么跑也跑不出我那手掌心，正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。别人是这样没错，但是庄教授你还是得主动一点。嗯，啊，是吧？当然，你看你喝奶茶都能呛到，哎呀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听我的，准没错，主动一点。那好吧，我试试。 要是让不涂驱蚊水的教授等我，还不知道会被咬成什么样呢。美女，这紫外线那么强，蚊子又多，你怎么不到那边去避一避呀？人参需要镀金，就是要多晒太阳，而且我有这个驱蚊手环，不怕。 阿姨，你还在这儿？你认识我？来过。美女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阿姨我在这里见得多了，女孩子等男孩子这么久的，大多是来不了了。哎，你看，阿姨你看我，五官长得算标致吧？嗯。 身材比例是不是也还不错？像明星一样。所以，他舍得放我鸽子吗？不，不舍得，不舍得。
泡泡机怎么卖的？31件，42件。太贵了。是做实验做的太忘情了。吕姐。哎，美人姐姐。你庄教授呢？庄教授，他走了，没跟你说吗？走了。他也没在家里呀，难不成我们错过了？他出国了。出国？庄教授他出国访学了，一年半载回不来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想喝点什么？水就行。好的。怎么了？我今天就是我洗，我跟你讲。我不，为什么？我去说我不要，我烦。走那么快干嘛？我这个鞋很难走啊，能不能怜香惜玉一下？这个才和你有关系吗？你不要傻，小姑娘，这种追着别人跑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，什么女追男隔层纱，那得是人家对你有意思才是纱，不然隔着的就是不锈钢纱窗，痛不破的放弃吧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们正准备谁先到家谁洗碗呢。啊？什么谁先到谁洗？你不是追着他跑吗？每次都是他洗，就不能让我洗一次吗？还不是因为你洗的不干净。哎、我走了，走。你打我！我追不上，我追不上。要长不高的。哎，不是我说，就算这样也不一定会幸福的。小心。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没事吧？怎么是你？刚好有朋友喊我在这附近蹦迪呢。那你继续去蹦吧，免得太晚了关门了。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这也快走到了。美人姐姐，你家好像在那边。我正好去买点东西。美人姐姐。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的，说出来会好一点。有什么不痛快？我好着呢。你这样，我很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庄教授？不是，庄宇那个负心汉。你放心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身败名裂。停！我跟庄宇教授根本就不是那种关系，什么负心不负心的，别说的我好像个受害者似的。我没有那么脆弱。那不说这个了，
你饿了吧？我们去吃点好吃的。减肥？那正好，我们蹦一会儿，运动是最好的减肥方式。你等一下，我找人安排一下。你看我像是很难过的样子吗？你自己去玩吧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这个眼神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啊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跟甜甜姐报备一下。